生的单位做一些维护工作，有吗？生的单位这边就是委员所提的意见，所以有几件差别。第一个，现在目前委员针对于我们是要建新补旧，或是说是延续保留旧有街屋的方式，我想说，可能委员们也要给我们自治单位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事实上，本案是101年送建进来做审查的时候，之前就跟文化局做过讨论。那依照消防法规的规定，它那边是一个6米的巷道，本来应该要依规定要退足8米以上，这是属于都更法里面要求。第二个，有关于消防的部分里面要有个80/20的一个紧急救灾法从空间的部分，所以说在一开始的设计里面本来就是退8米以上，所以说这个建物是以设计在那个过程当中是退出8米，然后这边是建新如旧。那就着生事单位里面一开始就对着这个资产保护，就我相信我们生事单位非常的用心在做这方面的事情。就是一开始申请进来101年受进来的案子，是不能够是包含在我们的范围内。那因着日村协会还有许多的文字单位的一些争取，后来讨论之后才把它划出单元之外。那一开始送进来的时候，包含到日村就是吴龙龙这个案子，包含到内部的所有的重新的那个复旧，啊，包含到各项的维护，都是实施者愿意承担相关性的费用来做，而且包含到整个新建案完成之后，还会保留一个空间，将近30平的空间，是提供到时候会捐赠给文化局来做那附近，就是对着这个街屋包含到吴龙龙的一些管理的一个营运上使用的空间。那当然，现在目前的这个阶段里面，有这些的变动。那可问题现在很像旧的街屋，到底是应该就原址留设，就是说从修的方式来处理，还是说建新如旧的方式来处理？那这个地方就委员们就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申设单位也就很难继续往前走。第二个，到底是生命安全重要还是文化保存重要？我相信说委员们也应该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想法。在这边的开发过程，跟着这边所有原建物的所有权人，所有的建物所有权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保留原建物。为什么？一个原建物保留在那边，他的房子现在目前就是漏水的状态下，而且是有些甚至是内部已经倒塌了。那他到底是他的安全重要，还是他的这些文资保留的东西是重要的？所以说，为什么这些建物所有权人没有一个人同意？我们实施者在这边也一直努力的在跟他们做沟通，所以说才会提出是建新如旧。好，这个是我们为什么会做建新如旧的一个想法。第三个，有关于基地开发的问题，第一个，相关性建筑法规有它阴影投射的问题，有它开发率的问题。那如果说我要把依着委员所提的，就是说是不是把那个地下室的基础把它扩增，那我涉及到开发率的问题，那是否法规可以放宽，然后来做到那个部分。第三个、第四个，有关于它这一个共同币的关系，我支持委员所认知的，就是说这边的延续，如果说用原先的旧有建物保存的方式，我们去修那个重新的修复。那这个地方里面相关性的费用由实施者来负担，包含到吴梦龙外部的一个安全上的保护的这个部分，这由实施者来负担，这我们实施者没有意见，我们也愿意承担这个部分。可是就着吴梦龙本体内部的那些的修复，我想这个应该就是实施者的责任，因为内部所有权人不是实施者，而且所有权人另有其人，不是文龙龙，不是日村，所以说我需要说有在这方面里面要提出来，要说明的。那有关于保护措施，有关于监测的部分里面，那当然监测应该照怎样的方式来做监测，包含他说应该用电子式的方式，然后讯息要传讯到文化局，或是说建筑师，或是相关性的单位，实施者也愿意来配合。那刚
刚才有就是结构的部分的支撑的部分，好，那边有特别，我们实施者这边有特别讲到说，就是那个就是因为它单元性已经切割开来了，那它的长远性的保护行为我们都有一并的考虑。那就是那个结构，就像刚才刘员提到，相关性如果说只是单层立面的保留，那它的结构行为如何去加强，我想实施者都会愿意来努力做到的这件事情。好，报告完毕。实施者可能稍微有一点误会，老师好像原则我听的是同意今天提的那个结屋那个形式，只是说有一些测绘跟形式希望比较原来的那个去绘制，那至于建新如旧或是那个好像不是今天讨论老师一定要的，老师意思是说你景观要连续，就是那个结屋它不是要留整栋的结屋啊，你现在留的那一排地面要延续，两边都要接上那个古迹的部分，所以你要往后移也可以啊，但是你要把它延续，那经费可能要估出来，那主要是跟那个张老师提那个是，你跟文谋楼这古迹本体的保护措施跟改良措施，还有一些。敲掉以后修复的那个墙面的经费由实施者来出了，那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嘛，就原则上没有不同意你们，也没有要留整栋的结屋啊。我都有听哦，那我就还是要再问一次哦，就这段，当然它地面测绘要跟原始风貌是一样的，这个。我刚才有听到，可是关于这一层地面是还是不是可以建新如旧，那我刚才听到的是希望是以原来的材料，所以这个我现在听到两个说法哦，因为是这样讲，就是因为这个是还是不是，我想应该在这个委员会要提出清楚的建议吧。好，老师，我觉得那个原则上应该是景观的复原啊。因为跟老师报告一下哦，就是材料当然可以用，我觉得老师一直可以用的，尽量都用那个原先的材料，可是应该也没有办法全部。能不能留着？对，好吧，因为这个法萨非常容易留嘛，非常容易，但是要重建。非常困难，重建完全没有的味道。那我们花了这个讨论了半天，然后你研究了半天，就白费。老师他们要的答案是，就是如果要留，就要告诉他们。对。他可能就是整栋往整个立面往后。我想可以征询各位委员意见，我们在我们也讲，就这个文化就主要一个真实性嘛，你不要去做一些假的布料、假的东西，我讲完，台北假的东西太多。我了解，那但是就是要黑白分明。那个可是田副，你刚刚讲的洞不是洞，现在不是这个洞就含着整个建筑物的深度，现在它现在这个深度的地方是一个广场。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薛老师刚才讲得很清楚，是这一层立面要留下来，不是里面。对，不是里面，没有，薛老师没有讲里面，这才是这个要讲清楚的。那我自己认为，在立建修复留个一个立面层，它是办得到的。比如说山景那个立面，即使还没有拆以前，它也撑了十几年了。所以现在清楚是薛老师刚才谈的是立面本身。不是整栋的整个深度哦。好，谢谢。好，各位是不是同意薛老师的提议，用立面保存的方式来处理后面？同意。同意好 ，OK。好，那我想那个申办单位也很清楚了，我们委员会决议是，用薛老师的方式来做后面的处理。好。好，那我想就是好。结论。好，结论好，我想就是第一个好，有关于这个
接物的这个文字身份呢、啊，我们还是根据哈1995年的这个会议的记录哈，文化局来做后续的努力哈。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立面的部分哈，我们还是原则同意哈景观的连续不切割的一个处理方式。那我们也后面再加上哈薛老师的建议啊，薛老师的建议，然后我们委员做成决议，就是以保留立面的方式哈来处理。好，不知道各位对今天的结论有没有意见？那我又要再问另外一个问题，请到13页。好，那个刚才谈到的是这一段，因为如我所说的，它这个是一个地面，上面是开放空间，但是它有棚架。好，我们现在转到这边来，从这个的绘图跟这个设计，我的解读，这个是新建物。那刚才那张图其实也有这边的立面跟这边的立面，如果我把这个想象成现在迪化街很多新的建筑物的构造方式的时候，这段跟这一段它是新的材料跟新的构筑方法，这点是不是各位委员可以讨论一下？因为啊，你们现在要保留原来的立面，除非你有很多条件，就是你要保存原来立面，你里面要再使用，高度完全不对，高度完全不对。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对，所以我的感觉，你基本上不用，你把它延续过来，那这个部分还是可以延续，但你过去我觉得没问题，所以这到一个转角，到一个转角你能够收尾就好了，因为这边的高度跟里面的高度完全。所以薛老师，您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边是新建物了，没有不懂，因为它有新的楼板嘛。对对对。这一段，这边很，因为你要新建的底下高度完全啊，所以很难保存。我是觉得你到这个尾端做个收尾就好。就是巷子，其实也说到巷子。对对。那个，因为你巷子单位有空间，它不再使用，它不再使用，没关系。跟各位委员报告。事实上，你下路到这边，甚至包含我们楼，是在同一个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的状态，所以说这边的高度是一样的。对。那这边的高度就跟我们楼过来的这边高度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旧的建筑时期，这一个时期是另外一个时期，那我们楼是一个时期，这个另外一个时期点。所以说现在目前我们这边就是延续，这边就是建新如旧的方式来处理。然后做连接，那这一个地方就是一样，就是依着薛老师是留个皮，然后我们就是用复旧的方式来处理。我的意思是说，你这连过来了，你是过来。现在文跟楼一楼高度多少？不到10公尺。不到。对对，他你这个以后的高度多少？会超过10公尺，差不多是一样。一楼你要做生意的话，是。对，是。但这两个高度完全不一样。我们如果要求你这个都要保留的话，对你来讲。是，对不对？那我是觉得能在这边做个收口，因为你这个空间不使用，无所谓，还一点。好，那设施单位这边在说明，就是说现在目前我们这边的状态下，确实是建新如旧，那目前会延续到还是跟我们会连接起来的状态。那它的整个框架外表的框架，事实上我们会尽量到符合原有建物的状态下来做复旧，那只是说它是建新如旧的方式来处理。这一边，因为你也可以说你要保证那个地面同意，但这一段你要把复原。对，那个特别到第14页，那也就是说这一点，这一点啊，刚才那个米老师说这不要控制，大家都同意嘛。好，再讲一次，1.92跟3不要有间隙，这个大家都确定的。只是从3公尺的左边这一点的整个右边，刚才实质的说他希望是建新如旧。好，了解。好，谢谢。另外一个，朱文担心消防，我个人不太认为不太多的问题，因为你是一个几乎整个半个结构，你三面临接，
今年校长这边不是唯一的。对，那个谢谢老师，现在这块基地事实上在都市防灾，它是上方跟右边，它不靠这个巷子，对，这点我很确定，谢谢。大会也做一个补充的结论建议，刚刚那个詹委员有提醒到说，未来这边有一些地下室开挖，它的工法跟这个未来的执行的时候，要这个部分深色单位要全权负责。那所有的监测的过程中，如果产生古迹的损坏或龟裂，必须即刻进行修复。好，这块请深色单位注意啊，我们也会列入会议结论。那以及相关的这些费用都是由深色单位来负担。好，各位对我们刚刚的这个结议还有其他的补充？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这个本案就我们结束，谢谢。还有没有临时动议？好，谢谢各位委员，谢谢。